我又来捡海螺壳喽，看，好多网友跟我要的，但是好多都说要大的，我不知道你们说的大的是多大的，因为这些没有很大的，这种就算很大的了，但是又有口，所以说，因为正常大小就这么大，反正，然后小一点的话就这么大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要特别大的我这边也没有，大小也挺好看的这种，我多捡一些哈。喜欢的直接就私信我就行，很多，反正我又不花钱，就捡一捡。我喜欢挑一些那种花纹比较漂亮的，它这种纹路比较好看，但是它有点小。它这种大一点的，上面有一些这种，我感觉不是很好看。那这种就很好看，对吧？这种还有变色，我觉得这种就挺好看的。它们个头都不是很大，我挑一些又好看又大一些的吧。小的就很完整，小的完整的多，所以说相对就小一点的比较多。我看这里有一条死鱼，哎，看一下啊，这种是枝鱼吧，都死挺了，硬了都，放着吧。看我今天给粉丝捡了这么多海螺壳，冲一冲再带回家吧，冲走了耶。放在上面吧，放在上面不会被冲。辛苦捡来的，别走呀！我走了好几个呀，再把这几个捡回来。找到的，刚刚出来的时候听一个小朋友说，这里是原来是那个海螺的养殖场，原来那里都是被围起来的，这后面现在没人管了，所以说海螺壳特别多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海螺壳，大大小小反正就是这样的，没有说那种特别大的，有时候也担心寄给大家到手了然后有失望，你们以为很大，我也不知道你说的那种大是有多大，反正这样大家一般都能看出来在我手上这种大小。原来这些海螺壳就是捡着玩，现在要捡这么多还挺辛苦的，但是大家要是收到很开心的话就值得了。很多地方没有海，这些海螺壳里面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也挺好的。这个先简单的涮一下，把这些泥涮下去，
回家还得刷好几遍，用那种鞋刷，好好刷一刷，刷完以后还要晒出来，啊，刷的我手都酸了，好多呀。这大家现在都有份了。这里有个小蛤蜊，啊，这种是那个小文蛤哦，好小啊，还没长大，文蛤长大挺大的，买里面再长一长。哇，我有个发现，看，这是个，不是个壳吧？哦，哇，天鹅蛋哎，哇，里面是有肉的，看一下，哇，这个肉透明的，特别漂亮，这个壳里面是紫色的，特别漂亮，这个壳可以送给大家，喜欢的可以跟我要。这个比上一次捡的那个要小一点，不过也可以啊，这个肉很肥的。哎，我发现前面好像又一个，又有新发现了，这又是一个吧。哇，果然这个，哦，这个还不如这个大呢，这个稍微小一点，不过也行哦，这个重量试着就挺肥的。哇塞，都是活的。这是个什么，跟个小西瓜似的，好漂亮哦，它刺水，你看，这可能也是海葵的一种，海葵的品种特别多。这底下看一下什么呀，哇，这什么呀，这什么呀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呀，海蜗牛，这什么呀，肉滑滑溜溜的，里面好像还有硬硬的东西，你看这个东西在我手上还在往前爬哦，我也没见过这是什么东西，这里面还有个硬硬的，它的肉是滑滑的，什么东西呀，也没吃过也没见过，有没有朋友知道的呀，咱们还是先放了吧。哇，这东西专杀真厉害，这就进去了，躲沙里面去了。这里有个鼓包，下面似乎有个什么东西，哎呀，这个壳，哦，我看一下，哦，吸食蛇，好久没见到吸食蛇了，这种西施蛇的壳特别的漂亮，是紫色的，它的味道特别的鲜美，就跟西施的舌头味道一样，很美味。看它在爬，叮叮，缩了。然后就让大家看一看，我要捉了，我要捉你了，小家伙。嗯，这边看一下是个什么，哇，又是一个这个什么东西。这里还不少呀，这是泥螺吧，也不像泥螺，泥螺这个肉跟这个颜色还不一样，而且这个东西一点壳也没有，就只有肉，不知道到底叫什么东西。你看这个小小的，这晚上大晚上吃了饭出来遛弯吗？哎，这个小的不要你了啊。这个是个什么呀，哇，西施蛇，又一个七尺蛇，好漂亮啊，你看，哇，这个壳特别的美，第二个七尺蛇了，哎，握住一条小鱼，一条小鱼游得特别快，拿出来让大家看一看吧，死了，不可能吧，你看特别漂亮，哎，好，游走吧，走吧走吧走吧，你走吧，那么快。哇，这边这个天鹅蛋怎么露出来了啊，哦，你看它这个肉在，可能在吸水的啊，哦，这里还有个寄居蟹呀，它俩在这里干嘛呢，哇，这个肉看到没有啊，哦，合起来了啊，舌头伸进去了，那边那些鼓包都扣完了，我们这边这个排水口再看一看，哇，那边有鱼，哎，好多小鱼在吃它，看这么多小鱼哦，都在吃它的肉吗？哇，这个鱼应该是死了，我看看什么鱼啊，哦，是死了，我刚看好别的小鱼还在吃它，哇，这个鱼的翅膀好漂亮，看一下，哇，哦，那个鱼的翅膀好漂亮呀，这个鱼我们这边叫红头鱼，熬汤特别好吃，然后也有取名叫红绣鞋的，因为它的这个鱼是红色的，我看看这个鱼还行不行，稍微有点时间了，不过这个鱼特别漂亮，我还第一次捡到这个鱼呢，好可惜啊，咱不要了吧。
看前面那边好像还有一只鱼。这条应该也是个死的，都是肚皮朝上的呀。哎呀，好可惜呀，这条还大。你看这个鱼，其实它活着的时候很漂亮的哦，这种鱼。我把翅膀打开让大家看一下，这条还大。哎呀，看一下漂不漂亮，好漂亮吧，你看它那个翅膀跟蝴蝶一样。